C 罗温馨的生日，昨天是 C 罗34岁的生日，这也是葡萄牙巨星在尤文图斯度过的第一个生日。 C 罗对尤文电视台表示，很高兴可以在意大利庆祝生日，这非常棒，我想要感谢球迷们的生日祝福，也要感谢他们对我的喜爱。晚上离开训练场，生日当天是正常的训练课， C 罗完成了训练，晚上驾车离开，路边的球迷们纷纷拿起手机和相机为 C 罗欢呼，女友乔治娜则在 INS 上晒出了 C 罗和小儿子马克奥踢球的视频，并且写道，生日快乐，我的挚爱，感谢你让我们每一天都这么开心，我们永远爱你。和马特奥踢球的 C 罗谈起在尤文图斯的经历， C 罗表示，我正在尤文有很棒的经历，并且有幸能够在意甲踢球，这里每个人都对我很好，尤其是在尤文图斯，而且我真的非常喜欢都灵城，这里很美，也很宁静，我和家人都非常开心，球队目前状况很好，我们进展不错，排名联赛第一，并且进入了欧冠淘汰赛阶段，另外已经赢得了一座奖杯，意大利超级杯。我们准备好了接下来的比赛，二月份对 C 罗和尤文图斯来说最重要的自然是欧冠和马竞的较量，华迪维亚责编不一。